Our international press conference. Thank you, everybody. Thank you. 感谢所有台湾人民，我们点亮台湾，要一起迎向未来。我们要先介绍我们所有的浮选的干部，都已全部上台。首先，先介绍我们百工百业各行各业后援会的代表，掌声给他们鼓励，感谢。再来介绍我们这次非常辛苦的智库的所有的老师，协助蔡英文制定了我们所有的政见。再来介绍我们所有不分区的立委，我们政党票，这次感谢大家支持。再来介绍我们的中常委，接下来介绍我们这一次辛苦在各个县市一起跟小英打拼的县市首长。首先，先介绍我们嘉义市的市长涂醒哲，还有我们新竹市的市长林志坚，还有我们基隆市的市长林佑昌，还有宜兰县的县长林崇贤县长，还有我们台中市的市长林佳龙，来介绍我们台南市的市长赖清德。我们桃园市赵泰市长，因为在陪同立委候选人开会，所以我们介绍我们的副市长邱泰山。再来介绍我们云林县的县长李进勇，有没有？再来介绍我们彰化县的县长魏明谷。感谢大家，现在我来介绍我们民进党，从创党一直跟我们民进党站在一起，在这次选举出力出了各种智慧的这些策略，我一一来介绍我们的前主席许信良，我们的姚嘉文院长，我们的谢长廷院长，我们的张俊雄院长，我们的游锡坤院长，我们的叶菊兰秘书长。再来，特别要跟我们介绍我们的吕秀莲副总统。还有我们政治委的张景生，我们的吴钊燮秘书长，我们的林希耀，我们的苏家全秘书长，还有我们这次辛苦的我们的花妈陈菊市长。感谢感谢我们所有的干部，所有的团队一字排开，跟大家一起迎向胜利。拜托所有的现场好朋友，把你的手机都拿出来，点亮你们的闪光灯，把你们的手机拿出来，把你的手机都提出来。我们今天创造了历史，要一起点亮台湾。今天是感动的一刻，光荣的一刻，恩耀恩耀，我们一定要要用最期待的心情，我们要用我们最快乐的心情，我们要用我们最期待最快乐的心情，要来欢迎我们的小英总统，我们的大人哥胡总统。
小英总统，总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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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我们的小英总统。各位现场的朋友，各位现场的朋友，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好朋友，我们网络上看直播的年轻的朋友，我们全体的台湾人民，大家好，大家晚安。我的竞选搭档陈建仁院士，我们竞选总部主任委员陈局市长邱介，还有我们所有的竞选总部的同仁，我要跟各位说辛苦了。我们今天也很高兴，我们吕秀莲前副总统，还有我们几位前主席，还有我们张俊雄前院长，都一起来参加这个历史的时刻。我曾经说过，我拼了命也要把各位的泪水转换成笑容，各位人都做到了。如果你的眼睛还有泪水，请大家把它擦干，我们一起用快快乐乐的心情来迎接台湾新时代的开始，好不好？我的工作同仁告诉我，今天我们的这个现场从中午开始就有支持者坐在这里等开票，大家有欢喜吗？有欢喜吗？我知道这些年来你们对蔡英文有一个小小的抱怨，就是大家认为我太过理性，从来不公开表达我的情绪。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如果大家真的很高兴，那我们就大声的为台湾欢呼一次，好不好？好不好？我们一起为台湾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这是我此时此刻心里的感觉。我的心情其实很平静，因为我知道未来我的责任会很重。感谢大家对蔡英文、对陈建仁的支持，感谢大家对民主进步党的支持。我再一次代表民主进步党，向全体的台湾人民敬上致上我最深的谢意，谢谢。感谢所有的台湾人民，我们一起完成了台湾民主史上第三次的政党轮替。我们点亮了台湾，我们再一次用行动告诉全世界，台湾等于民主，民主等于台湾，对不对？我要谢谢我的两位竞争的对手朱主席和宋主席，我们一起为台湾的民主政治写下了历史的新页。我了解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期待，选举有输有赢，但是最终胜利的永远是台湾的民主。在这里我诚挚地邀请他们，这个国家未来的改革路上不能没有你们。我还要谢谢我的工作同仁，我们的后援会，我们的志工，你们牺牲假日，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无论晴天雨天，就算生病感冒
都跟我并肩作战，你们是最强的团队，能跟各位一起走完这最后一里路，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荣幸。我还要特别谢谢这次竞选总部中年轻的工作同仁们，尤其是党工。过去这么多年，我心中一直有一句话想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党曾经失败过，但是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总有一天我要让大家穿着党的制服的时候，走到外面的时候，心中是充满了信心跟责任感，我们做到了，对不对？接下来我要谢谢每一位在这一次选举中贡献小额捐款，用小猪或其他的方法出钱出力的好朋友，因为你们，民进党再一次确认，我们就是台湾人民的政党，对不对？投票是一天，选举是几个月，不过改变这个国家却是每一天必须要持续去做的工作。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庆祝，各位可以高高兴兴的庆祝，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就要为这个国家负起改革的责任，大家说好不好？此时此刻的台湾有很多老人家正在等待一个更健全的长期照顾系统，此时此刻的台湾的年轻人正在等待一个更公平的住宅环境，我们不能忘记还有很多中小企业正在等着升级转型的契机，我们也不能忘记还有一个快要破产的年金制度正在等待我们去挽救，我们更没有忘记维持台海的安全跟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是大家共同的期待，也是两岸要一起努力的事。维持现状是我对台湾人民跟国际社会的承诺，我一定说到做到。我也向大家保证，未来我处理两岸关系会积极沟通，不挑衅，也不会有意外。亲爱的台湾人民，民主的胜利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改革也要由我们一起来推动。我们将会面对很多挑战，改革的过程一定会很辛苦，但是无论是怎么样的磨难，台湾人从来不曾被击倒过，对不对？你们没有提醒，我还真不知道旁边有那么多人。改革的第一里路已经开始，只要我们相互扶持，坚定走下去，一个更自由、更民主、更繁荣、更公益的国家就在我们的眼前，对不对？2月1号，新国会即将开始，民进党会优先处理人民关心的法案，改革的能量要放到最大，同时改革的动荡会减到最小。民主进步党现在是国会的多数党，我们单独过半，我们就要兑现对选民的承诺。
们一定要兑现对选民的承诺，改革绝对不能剩一半。这是台湾第一次的国会政党轮替，我们的身上的责任比以前更沉重。我要再一次强调，民进党不会争弯腾去，我们会继续开放民进党，努力倾听那些没有进入国会的声音，同时我们也会按包括国民党、亲民党跟时代力量在内的所有的政党一起为了改革全力以赴，好不好？在这里我要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也要以党主席的身份，对民主进步党全体党公职人员下达第一个命令：谦卑，谦卑，再谦卑。台湾人民不分蓝绿，不分政党，不分族群，在新的时代里一起为改革这个国家努力，这就是蔡英文的承诺，这就是蔡英文的保证，大家说好不好？昨天的选前之夜，我看到了已经98岁的十名欧吉桑，在那么冷的天气里，淋着雨，还要到舞台前面为我加油。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但是我知道，欧吉桑是要告诉我，做台湾的总统要有志气，要有决心，要坚强。我要在这里跟欧吉桑说，我一定会坚强，面对台湾的困境，我每一分钟都会坚强。因为从今天起，蔡英文坚强，国家才会坚强。蔡英文坚强，台湾人民才会跟着我一起坚强。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这个国家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这个国家保障所有的国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在这里我要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郑重的呼吁，任何人都必须尊重这一份自由。今天的选举结果是向世界证明，台湾人就是自由人，台湾人就是民主人。只要我当总统的一天，我会努力让我的国民没有一个人必须为他们的认同而道歉。各位亲爱的台湾人民，新时代已经开始，天色渐渐光，这里有一群人为了守护我们的梦变成更加勇敢的人，我们就是这一群人。经过了这次选举，我们已经更加勇敢，明天开始我们要继续为我们的手足同胞，为我们的下一代而努力，好不好？我要再一次谢谢所有现场的好朋友，谢谢所有的台湾人民，尊严、团结、自信，这就是新台湾。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有台湾，谢谢，谢谢。尊严、团结、自信，这就是新台湾，新台湾，我们迎接我们的新总统。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台湾的第一路，
正要响开，能拜托大家继续给蔡文支持，继续给我们鼓励，跟着蔡文我们继续往前大步迈进，我们再次给台湾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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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台湾台湾加油加油加油，报告总统，报告总统，报告总统，我们今天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包含我们舞台前方超过30000名的所有的台湾人民，我们这边也挤满了所有的乡亲的好朋友，一路延伸到已经到后面，我们感谢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参与，也谢谢我们网路前，谢谢所有关心台湾未来的好朋友，感谢再感谢，谢谢每一位总统，要来向我们在场每一位朋友向你们挥挥手，感谢你们，感谢大家，谢谢你们给我们的每一张选票，每一只小猪，每一次的掌声，每一次的挥手，每一次的鼓励，谢谢你们，感谢你们，有你们我们才有力量，有你们我们继续往前迈进，每一份的鼓励，每一份的期待，蔡英文会记在心里。台湾人民们，你们选出了蔡英文，大家跟着蔡英文，让台湾向前进一步。感谢大家，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感谢大家。非常感谢我们在场这么多。超过30000名的朋友在这里一起迎接庆祝我们今晚的胜利，但也要拜托大家，明天过后我们继续来为台湾这份努力，继续来为台湾来加油来打拼，团结团结再团结，蔡英文主席也拜托我们大家，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党政指导部，我们谦卑谦卑再谦卑，面对胜利我们会更谦虚更努力，每一张选票代表的就是给我们的责任，给蔡英文的期待，我们继续打拼，继续加油，期待大家看到蔡英文总统的时候也继续向他挥出你的双手，给他掌声，给他鼓励，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今天所有在场的好朋友，主席在台上，感谢每个点亮台湾的台湾人民，感谢感谢，我们会谦卑谦卑再谦卑，扛起建设点亮台湾这个重责大任，我们大团结长大，有新的总统，新的国会，有新的政敌，有一个新的好的台湾呐、啊！再次我们蔡英文总统加油！蔡英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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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蔡英文加油加油！谢谢大家，感谢大家。